子自动驾驶系统。妹妹，慢一点，你的鞋子没有刹车。换哪一个？你站在这一个方向上，他站在下面都不会怕哟。慢慢走。因为那一双底太薄，它这样走不舒服。溜滑梯可以，我有啊，放在家里忘记拿。慢慢哦。我给他带两双。放一双放在外面。他是在试车，不是要开的。现在看哪一台舒适？这台吗？
两下。没有挂上去。